回旋，卡布里。这个工作可以让我学到很多照顾的技巧，还有各种照顾的资源。我可以用我的力量，我还可以协助其他跟我一样有困难的家庭，跟他们分享照顾的技巧，跟照顾的酸甜苦辣。我想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我们虽然不像阿甘那样子的精彩，但是我们都可以细细品味巧克力的酸甜苦辣。元宵节快乐，耶！来啊来啊，哎，好棒！今天的活动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，而且我们这些同志朋友，他们今天是以家长的身份，然后邀请跟他们同样的这些朋友们，然后一起在这个家一起来过元宵。不过底，不过底。就这样子，我们一起共同来为我们新疆朋友打造一个更友善、更居家的一个他可以自立生活的环境。元宵节快乐！